的解放大西南，就必须尽快打开入川的门户。1949年10月，我人民解放军奉令向盘踞鄂西北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，不甘垂败的蒋介石严令部队务必守住鄂北恩西防线。我先头部队遭遇了顽敌求建军部和反动土匪的疯狂出击。把共军消灭在野三关。二队长，你准备怎么样了？野三关的弟兄们都已经准备妥当，就等着共军来送死了。三队长呢？野三关固若金汤，坚不可摧。司令，你就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吧。不，我要跟你们一块过去，我要亲眼看到共军的下场。准备出发，出发！Yeah!
183团团长廖志刚报道。师长，师长，您把我叫来不是让我在这儿练立正的吧？你少给我耍贫嘴。师长，我听说咱们师要抽调两个团入川作战，有这回事啊？我来就是想问问您，我们团什么时候出发呀？啊？是你给我下命令，还是我给你下命令啊？啊？当然是师长下命令。那好，那你就给我听清楚了。根据军区的指示，183团留守鄂西，继续完成剿匪任务。啊？让我们团剿匪啊？对，剿匪。师长，您说咱们131师那是四野主力师吧？那我们团也是咱们师的猛虎团呀，留下来剿匪那不是拿高射炮打蚊子吗？是不是师长？回去。你就说，师长，啊？你说对了，这几仗打下来，我们应当承认。当地的土匪还真不是一捏就烂的软柿子啊，他们是硬茬子，直接威胁到了新生革命政权的稳固。廖志刚啊，用你这门高射炮打蚊子怎么了？没什么不可理解的。可是师长啊。可是什么呀？可是要说有意见，我比你的多。是吧？堂堂四野王牌师硬要抽走我的主力团，我还一肚子委屈呢。就是，你得跟局长反映反映。可这是大局，作为一个军人必须无条件的服从。我不服气啊，反正没这么干。不这么干怎么干啊？我告诉你臭小子啊，你要是再闹腾，我就让你马上脱军装走人，信不？凭什么呀？我怎么闹腾了？地方上需要干部，县里正缺一个公安局长，你干不干？我不干，我不干。你不干，不干你就给我顾全大局，给我拉开架势，把当地的土匪给我剿灭干净，让老百姓过上安全的日子，你听清楚没有？好了好了，快去执行命令吧。一路跑过来的，渴都渴死了。哎，你喝水别拿走我的缸子，放这。那我也不能白来。臭小子，臭小子，每次来都拿东西啊！崔凯，特从西昌带着胡宗南司令的密信前来拜见司徒。崔凯，是。好了，你们都下去吧。是是。接着说。蒋委员长预言第三次世界大战将要爆发，现在朝鲜战争打得如火如荼，美国人迟早会攻过鸭绿江。他们表示
会支持蒋委员长收复大陆。我能做什么？暴动。暴动？怎么个爆法？你说说。我知道司令一直在等待机会。现在虽然说五峰县山区已经被共军拿下，可是他们没有真正的管辖能力。就说采花山区吧，新吸收的干部也不到三个人，配置的部队也不足一个班，其他地方也都差不多。胡长官的意思是，这第一面战旗由您来升起。为什么总是拿我开刀啊？啊？我想，反共救国军总司令这个头衔应该不算小吧？裘司令，不希望这个权位落到其他地方吧？反共救国军？没错，这将是蒋委员长光复大陆最关键的一支队伍，而您将会成为这支队伍的总司令。别再犹豫了，我特奉胡长官的命令前来您身边，并给您作为副官。来人，司令，马上通知所有军官开会。是。裘建军经不住崔凯的劝诱和煽动，集结了藏匿在五峰县一带的国民党残余势力，以及湘鄂边界近十个县的土匪山霸，组织反共救国军，制造了震惊湘鄂西的反革命土匪暴乱，企图以此来策应蒋介石所谓的反攻大陆的计划。跪下！想不到你也有今天吧？啊！当初你带着人分了我们家的田地，还杀了我们家的老太爷。今天我要一报还一报，用你的命来祭奠我们家的老太爷。呸！你先进去吧。哎，咱们这是要干嘛呀？大概是要考试吧。咱们南下工作团也得考试啊。当然了，要是对政策不熟悉，出了问题就麻烦了。从武汉出来这一路上，我早就对咱们学的文件滚瓜烂熟了，哪能记不牢呀？所以更要考试检验一下。其实啊，这就跟我们给病人对症下药一样的，不能有任何闪失。哦哟，别不认真，我们医务工作者都一样。快走。来人，到。带人把后门给我堵住，一个也不能放跑。是。二队长，走，把那些土改积极分子给我抓过来，我要用他们的人头祭奠我老太爷。是。Thank you.
土匪在围攻五峰乡政府，集合侦察连，马上出发。是。南下工作团的，这个词儿听起来蛮新鲜的，啊？看你们这样子，都是有钱人家的少爷或者小姐吧。不过呀，只要你们写一份悔过书，或者高声骂三声共产党，我就放了你们，怎么样？痴心妄想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！共产党万岁！新中国万岁！王八蛋！你们两个姿色都不错了啊，年轻轻的就这么死了，太可惜了。我看你们两个还是归顺我吧，怎么样？畜生！让弟兄们乐呵乐呵，告诉弟兄们，动作要轻点儿。裘建军他们很有可能从那跑了，追。是。同志，你是哪个部队的？你叫什么名字？快走。183团，廖志刚。我记得你了。师长，裘建军那个兔崽子跑得比兔子都快，我们追出密道的时候，他早没影了。这个人呐，一军一匪。而且熟悉地形，他跑得快啊，不足为奇。可遗憾的是，我们牺牲了许多优秀的同志，特别是那几个南下工作团的人，他们可都是上级特意为本地配备的呀。是啊，这笔账咱们先给他记着，早晚要回来。我今天叫你来，是想让你带走两个人。谁呀？他们也是南下工作团的成员，医生
实话告诉你啊，军分区医院和师部卫生队都想把他们留下，可人家呢就认准你们团了啊，说什么都要到你们的卫生队去。报告。哦，小何同志啊，快进来吧。市长好，救命恩人好。哦，呵呵，是你啊。长官到。坐。我宣布飞鸟行动实施在即，为确保行动顺利实施，特派国防部参谋次长廖一民中将潜伏大陆，全权负责此项行动。是。国民党军队从上到下都知道廖一民是个几天才，他对任何数字都能过目不忘。飞鸟行动要想成功，保密工作就要放到首位。为此，上峰严令廖一民在一天之内务必将飞鸟行动所需的密码全部背下来，这样才能做到万无一失。廖行，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，我呢就祝你顺风顺水。谢谢马道长。立刻唤醒相思豆，启动鹰速和变色龙，总之要不惜一切代价配合廖一民的飞鸟行动，否则严惩不贷。是。司令。司令，准备的怎么样了？报告司令，万无一失。别总跟我说万无一失，你看看，国防部第三封密电，要求我们这次接应特派员不能有半点闪失。听说这个特派员来头不小啊，是个中将军衔，带有绝密文件，看来委员长是要动真格的了。崔凯啊，这次你要亲自带队，不能有任何差错。是。这次的空投地点在凌云寨附近，杨飞虎这个寨主是个刺儿头，不能让他搅了咱们的行动，明白吗？就是一个土鳖山大王，他要是敢炸刺儿，我就把他的刺儿拔光。你知道这滩水有多深吗？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杨飞虎不好惹，你给我记住了，万事要小心谨慎。是。廖团长，喊报告。报告。说吧。上级通报，我防空雷达监测到有不明飞机正向我们这一区域飞来。去观测站。驾。站长，看那边。
那只 C4G 主机没有任何标识，应该是从台湾飞过来的。你确定吗？去通知张参谋长，有一架敌机从我房间上空飞过，这段机型一级战备，联系上干部，到作战室集合。是。好多钟啊，管他什么，全拿回去就是了。弟兄们，能拿走的全拿走，拿不走的抢下来拿回去。好，快点。动作都快点，弟兄们。好东西啊，这是坐垫，坐下以后垫屁股用的，样子不错，绣工也挺好的呀，还软。拿好了，回去孝敬王阿母。哎，好嘞。崔副官，要不要回去搬救兵啊？蠢货，等你搬来了救兵，他们早不知道跑哪去了。现在最要紧的是找到秘密文件，
飞机都摔成那样了，你怎么就知道命运文件没被销毁呢？这次是绝密文件，此类级别的文件必须放到风暴顾问箱里，怎能轻易销毁？我们必须要找到他，都给我盯死了。到底打还是不打？在这帮土包子人多势众，先不要惹他们，盯紧了，找准机会再下手。大当家，你看这箱子怎么打不开啊？嗯，什么来什么，锁得这么紧，这里面一定有宝贝。回寨子肯定给他弄开。行，我再去找找。啊，铁蛋儿，行，过来。哎，给老子拿好了，出了什么差错，我要了你脑袋。放心吧，大当家的。看见那个拿东西的小喽啰了吗？得给我盯死他，声东击西，把人打散了再动手，行吗？李连长，还有多远到狮子岭？报告，还有一公里。全力下去，让大家原地休息。主任，咱们应该一鼓作气，到了再说。少废话，让大家原地休息，检查装备，准备随时战斗。是，原地休息，检查装备。大当家的，那边发现一个喘气儿的。气儿啊！抬过来，快点！大当家的，我看这人都快不行了，赶紧毙了他！长脑子干什么吃的？当夜壶！看看人家的衣服啊，一看就来头不小。嘿嘿，估计能换不少银子。弟兄们，抬回寨子里去！抬走，抬走！兄弟部队或者地方公安的，你榆木脑袋呀、啊！方圆几十里就咱们一支驻军，如果是公安部队的话，怎么会随便砍价杀人呢？他奶奶！不能别躲着！小明，哎，带几个人去把他们找出来。是，跟我走。公安箱子，先把公安箱拿到手再说。走。想打飞枪啊？太不仗义了吧！哟，共军，还是个当官的，给我抓活的！找不到人，怎么就会没人？难道是鬼放的枪？把东西拿好了，撤回去再说。是。
我们现在关键的东西我们已经拿到了，等一会儿等他们走远了，再到地基残骸那边检查一遍，务必将所有尸体都抬回去。是。报告，前面发现共军部队。什么共军部队？有多少人？有几十号人，至少是一个连。走哪儿了？就在山坡下，离这不到200米吧。马上扶动车，快！走。这位老乡，一大清早急匆匆的去哪儿啊？啊，我们是凌云寨，这不家里有人生了病，下山去请王爷。哦，家里有人生病，不用下山去请了，我们就是。不用了，这萍水相逢的，怎么好意思麻烦您呢？哎，别这么说，我们解放军就是为人民服务的。东西挺重的吧？我帮你拿。不用。怎么回事？长官啊，我们都是山民，我们都是欢迎解放大军的。你看，这不长官不让我们过去啊？听说你们要来，这寨子里个个都是欢欣鼓舞啊，都高喊“共产党万岁，解放军万岁”呢。可你看这……啊，好好好，老乡，别急别急啊。团长，团长，凡事不能冲动，冲动是会犯错误的。你说什么？老乡，我们是附近驻地的解放军，今天只是例行巡逻，没事儿啊。等等，刘立伟啊，你长眼睛是管出气的。你什么时候见到过深山老林里有穿的这么整齐利落的老乡啊？这不是子欣，有，给我搜。是。等等，团长，我必须要提醒您了，你要注意咱部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还有咱们党的民族政策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民族政策，你跟土匪和国民党反动势力也讲民族政策？可人家，这位长官，我看您也是个明白人，我们确实是山民，这家家户户都跟土匪有仇啊，真的。这是啊，那你别急别急啊，你不能再固执下去了，再固执下去肯定是要犯错误的。老乡，没事了，走吧。啊，谢谢长官，走吧。哎，站住！哎，团长，哎，团长，你别拉着我。这老百姓跟土匪挂得上钩吗？什么老百姓啊！放开！团长，向少勋此次奉命赴183团，是配合部队开展反特专项工作。快！小心！行了，明白。同志们，跟我冲！别冲！原地警戒。别担心，有喜子呢。
普通老百姓，啊。倒了霉了，我真是！大当家的回来了，我也不知道你是怎么算的日子，不是黄道吉日吗？我本来以为出去能拉到一些有用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可除了一地的破铁片子，什么都没有，还莫名其妙的损失了几个弟兄，这是不是大白天撞了鬼了？我真是晦气，我太晦气了！什么铁片子？你看看吧，就这么一个半死不活的人，